来到了清水地热。好热。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这里了，上一次也是来武林农场，这是你们现在新上片看到的。有车子在听音乐哦。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旺盛的烟。没有，我们上次也是停外面的。酷吧？这种在真的很旺盛，很白。哦，是那个这里这里。你今天打算煮什么？打算煮玉米、玉米笋、鸡蛋、小白笋。小白笋。你知道你腿很瘦是吗？我不知腿瘦，我还头很秃呢。彭彭恩的。彭彭猫了。彭彭恩，你要拍一下彭彭恩。砰恶化那瞬间的快感，没有任何事能比得上。这里吧，早知道开进来了。等一下是不是我要自己去开车了哈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样，太棒了。这是什么草？鼠尾草。错。芒草。错。芒草。你要拍一下这只草。错，这叫做狼尾草。你要拍好哦，这叫狼尾草。枯掉的狼尾草。对，它现在没有那个猫尾巴了，狼尾巴了。狼狼的狼尾巴是什么？各位游客，大家好。你好。我们知道。太浓了吧，我喜欢。它是用瓦斯加热的，是不是？外面用瓦斯加热啊，说明早就没有那个地热，只是等一下你就看到那个瓦斯车开进来了，晚上瓦斯车就偷偷进来把瓦斯加满了。哇，那里面很壮观，嘣嘣嘣嘣嘣嘣，金龙两捆三捆。你好，我妈妈说不能随便给女生勾手。妈妈，我妈妈说不能随便给女生勾手。你在？对嘞。我喜欢。我也喜欢你啊。对面要一二三几跳，一二三。哇！哎，怎么还在这里？啊？这代表我不会模式。啊？我不会模式啊。不会模式啊！好。特效 YouTube 都有在说。还有什么？特效 YouTube 都有在说。啊！阿才，下次见。番薯鸟蛋要不要吃？鸟蛋一颗才5块而已。香菇鸡哎，虾子半斤，香菇、甜玉米、水果玉米，哦，玉米还有分甜玉米跟水果玉米，玉米笋、茭白笋，鸡蛋，然后玉米笋5只，然后2个玉米，然后还有1包花生。
那是煮玉米来的。对，这是煮花生的啦。煮花生的，好。那等一下一直煮啊。不用，那个拌一下就好了。花生很快，那这个有偏汤，自己保管哦。好，谁要拿？怎样去哪边煮？一样去那里好了，好不好？怎样？走。挑蛋挑，哎，拜拜。猫咪会不会很重？猫咪会不会很重？对，好好好。清水地热公园主食池因地热水高温，请勿将小孩抱上池边，以免发生落水或烫伤等危险，敬请各位家长配合。然后全部走到四点嘛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玉米要二十分钟嘛，哈。玉米要二十分钟。那花生谁要拿？这样一直拿着呀。对啊。啊。他都要煮完，再把它放进这个袋子。你不要动。你要进到水里吧。哎，煮花生片就要在旁边顾哈。现在要等我们的茭白笋和花生好。你买了什么东西？我买了鸡蛋、玉米，鸡蛋两个，玉米两只，然后还有玉米笋一只，然后还有一个茭白笋两只，和一坨花生。小朋友，你的玉米飞走了。这是花生，不是玉米。花生飞走了。来，还有一颗。两颗吧。两颗。你现在在煮什么？啊，进水了。好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？要我倒进去还是你倒进去？快点，把水弄干。然后你来倒吧，给你啊，你自己弄啊。你拿好，我倒。我拿好，那怎么拍呢？来，下去了。用勺，用勺，好好好好好。不然拿去给妈妈。怎么啦？你们想在这里吃啊？好好好。我们都是几号？这个29啊。好，20。请问爸爸还要多久？关窍门。还有多久啊？还有多久啊？还要六分钟。六分钟。是六分钟。六分钟啊。
这边给你们坐。你要自己剥吗？这种小事不算事。这个小 baby 的。那这个小 baby 的。你要吃玉米吗？等一下再吃，我先买这个。花生的、啊，花生的、啊，那放好，等下要继续丢的。早上给我吗？妈咪要吃吗？妈咪，妈妈给你。给你的，这边很烫哦，给你用个皮装着好了，好不好？来皮，来来来，看。然后这会烫吗？小我再给你吗？不用不用，妈妈再给你。那、啊、你要这边给我。真的是玉米笋吗？小为什么还没剥完？它这边多长？你就去从中间把它剥开了。对啊，爸爸就剥完三根的。好甜哦，对不对？小这根给你啊。我们直接快转播到用到你播完的画面。从中间把它播开。这根好小。你要播蛋啊？来吃花生，一人吃一块来。妈咪来。快点拿去，好，记录，结束。